主席、各位同仁、各位官员，大家好。我是不是请财政部的张盛和张部长？好，请部长。盛委好。部长您好，部长，我可不可以请部长谈一下财政部现在针对赠所税最后的立场跟看法是什么？这样，现在国民党团已经做出多数决了。是。那当然，我们也没有表达赞成不赞成的余地了，我要这么讲。那但是对于细节我们可能会表示意见，譬如说如果在立法说里面含证交税，还有包括赠所税，我们会认为这个因为租税法律主义嘛，那这个东西说明是不是法律了。第二个，里面含多少可能未来会比较不能执行，因为所得税有6%要提拨给统筹分配给地方政府，是，我们不知道那个税收有多少。是。那么如果我们在说明里头只是提到说证交税本来就有证所税的精神，类似这样的说辞财政部可以接受吗？一样也是地方政府也可以主张了，既然有那个精神是不是有税收了。事实上我刚刚有表达，从历史上来看它是有联动关系而不是内涵的关系，就是说当有赠所税的时候赠交税是降低的，当废掉的时候赠交税是提高的，它有联动关系啦，而不是说一直含在那里。因为含的话就表示就是说你赠所税停征的时候，赠交税有里面含了，那赠所税停征它是降低，它是联动啦。对，但是我相信部长您了解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建议啊。其实我们是不希望在未来还有这样的争议啊。是，所以如果这一次我们纷纷扰扰的吵了大概2-3年，这2-3年国家的税收，尤其是在证交税的税收，坦白讲也受到了一些冲击哦。那付出了这些代价，总是希望能够在这个论战上哦，能够有一次有机会能够画下句点了，就不要未来再继续论战下去了。本来您付出的代价总是要有一些，总是要有一些收获啊！完全就是从纷纷扰扰的2-3年，最后回到原点。我认为其实所以委员本来您这个代价付出的太大了，对，没有错。所以原来国民党团版那个哈是符合您讲的那个目的了，就是说证交税我们就切出来，0.5%是所得税。2.5%证交税，它有联动嘛？既然有所得税，证交税就降低嘛？那加起来还是3%，对股民的负担是没有影响的。那有所得税0.5%了，这0.5%的税收，我们就提拨给财政收支发放法，分给地方政府也无妨。但是就明确之前，他就未来就不会再争议所得税了，顶多在税率上争议。我请教一下部长啊，就是财政部的法规单位有没有研究过？就是我想你现在担心的问题当然是两个部分嘛。第一个部分就是它有联动关系，第二个部分就是地方政府会做出请求哦。那么我们要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可以把这个争议画下句点，又能够避免你刚才担心的问题，有没有可能寻求一个解决之道？因为我想今天就要做协商了嘛，我们希望这个案子能够在明天能够做一个彻底的解决，是不是部长？老实讲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了。其实回到原来的国民党团版，然后全部改为设算制，不要核实，大家争议的是核实嘛。其实就设算0.5%，然后设算2.5%，加起来就3%嘛，就未来大概就不会有争议了。然后呢，稽征程序也简单，然后税收也不变，顶多就是所得税的税收提拨一点出来给地方。除了这个方法以外，放在立法意志里头，没有办法避免掉这些问题吗？0.5%放在说明里面，我不知道有没有法律效力，这个可能法学者会有争议。其实没有法律效力对我们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啊，因为没有法律效力，如果我们在立法意志里头只是把这个精神把它讲清楚，但是在没有法律效力的情况之下，我们要不要立法执行了？对，就可以避免地方政府对财政部做出请求啦。对，就租税法律主义，我们要不要依法执行了，就是这样。如果没有法律效力，当然我们就不必，就当然跟地方政府就说这个是说明，对，意志而已。但是这个说明我仍然建议在这一次协商的时候能够把它放进去，因为它毕竟代表了我们对于证交税证所税的这个问题的一次的看法哦。那么如果能够把它放在说明里头，让大家知道说这样的修法有这样的精神存在，
那么对以后是不是正所税要再度的卷土重来，我会认为这会比较有帮助了。否则哦，照现在在野党团的意见只是回到原点哦，我觉得回到原点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然后谁知道难保没有过了一两年，我们这些社会上的这些学者这些意见领袖等一下立场又转变了。这个我感受最深的，部长您还记得吗？了解。当时您站在这里我站在这里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反对正所税，我被骂死了。对，报纸是出社论在骂我的，然后过了一年马上就用我的版本来重新修正所税了。这对我来说真的是情何以堪，也不过就是一年了。当时骂我们的这群人忽然之间一年全部转向了，现在又通通转成主张要废正所税了。所以我怎么知道这些人脑袋再过了一两年会不会又变回去了？那与其跟着这些人的脑袋走，那不如我们就一次把这个纷争做一次终结。所以我要拜托部长的是说，部里头恐怕要考虑一下，因为我了解现在在放在立法说明里头，财政部其实是有一些保留态度的。我当然可以了解部长您考量的原因在哪里，但是我要拜托部里头在法律面上是不是可以寻求一个可以解套的方法，让他在立法说明里头摆进去，至少在以后再有这个论战的时候，我们还可以拿出那个立法说明让大家看一看，说其实当年修的时候已经证明是有了，不要再吵这个问题了。部长，委员，这个还需要很高度的智慧，再来思考一下。好，拜托一下部长了，好不好？因为我们并不是赋税的专家哦，那么我们的法律意见也只能够表达我们的看法。你最终在修法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要尊重行政部门的意见，而且我们也要尊重赋税单位在相关法律的考量上的基础。我觉得这个问题能不能够在这一次至少在这个论战里头还能够有一点点小小的收获，不至于过去这几年是平白无故的就乱吵一场，然后莫名其妙的又回到了原点。我觉得就在于今天这两天哦，我们在最后的协商过程当中能不能够得到一点点收获，那拜托部里头了，好吗？好，谢谢部长。谢谢，谢谢。好，谢谢委员。